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做一道这样的手撕茄子，简单又开胃。茄子去皮，切断，放蒸锅，水开蒸十分钟左右，放凉撕成条备用。再按屏幕上的配料调一个料汁，不吃辣可以少放小米椒。调好的料汁淋上茄子，开胃又爽口的手撕茄子就做好了。